小宝脸，小宝脸，又要再找好吃的零食呀！别吃了，你看妈刚给你做的，这是草莓味的泡面，跟弟弟一起吃哈呢，放在这里，妈妈去洗衣服去了哈，来端好哈，我走了。弟弟，弟弟，妈妈给你做了一碗草莓味的泡面呀，给姐姐吃一碗好不好？不给，不给，妈妈只有妈妈说只有一碗了，妈说只有一碗了，不给我吃啊？光给你和弟弟吃是不是？是的。竟然不给我吃，我给你倒到马桶里，我看你怎么吃。我让你们不给我吃，我全都倒在这个马桶里面。嘿，我倒，我倒，我倒，我全都倒进来了，哼！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哼！我看你们就知道哭。为什么买锅底的小心是这样告诉妈妈？又让小朋友点亮这里的小红心跟小家伙告诉妈妈呀？啊、我看哪个小朋友敢点，只要是敢点这里的小红心跟小家伙，我就啪一锤，把小朋友的鼻子给锤流血。小姑娘才不怕。小朋友不怕，小朋友都是胆小鬼，你看没有一个敢点的吧？哎呀，有一个小朋友不怕我，把这里的小红心点亮了，又把小家伙调湿了，我得赶紧跑，妈来会打我的。小宝脸，你跟弟弟在这里哭什么呀？跟妈说，臭死了，快出来啊！姐姐把我的泡面放进马桶里了。哎，姐姐把你的泡面弄马桶里去了，我的天哪，还能吃吗？哎呀，赶紧端着碗碗给夹起来，我看看还能吃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个臭丫头可被她气死了！哎呀，被这里面是拉臭臭的，这里面能？我说她吃，你弟弟说她吃呀？嗯，那好，我夹出来给你弟弟吃。可惜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可被你姐姐这个臭丫头给气死了。多亏小朋友跟我点亮小红心小家伙，我等下把我们家那好吃的零食呀都拿给小朋友吃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不能再夹了，里面有臭臭了。哎呀，恶心死了！都夹到臭臭了、嗯！哎呀，好臭好臭！我赶紧给按水，摁开这个水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呀，臭死我了！哎呀，这里怎么还掉了一个糖果呀？这是你姐姐拿的吗？你看，这还有个风车糖。这个臭丫头，我今天要锁上门，不让她回家。嗨，我非非去把这些臭丫头给打死她不行。这里有个扫帚，她要是回家，我就拿着扫帚使劲打她。